可以跟别人无障碍沟通。今天就跟那个男生无障碍沟通，那哎，就是我觉得晚上的人好奇怪，喝了酒以后人都变得往旁边走，往旁边走。带节奏，在泰国没有，不是上，也不是上，游学，游学吧，游学长干浪班，这人真的一直带节奏，带一天的，带什么节奏？我走错了吗？没走错吧？是往这，我们是往这进来了吧？看车看车，快快快快快，旁边来旁边来，看车看车，好危险！喝了酒会兴奋？没有，今天好几个人，我看好几个人喝了酒都不开心。刚来麻怎么回事？麻子哥没怎么样啊？他没事，他一个人在街上乱走，他一个人在街上乱走。乱跟别人摩托车打招呼，他以为每一个摩托车都是他的摩托车。看看这个是不是他的摩托车 ？OK， 拆没 ？OK 了。嗯，拜拜，巴提亚见。巴提亚见，巴提亚见，巴提亚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这么点就这样。巴提亚见啊，一路平安。麻子哥走了，麻子哥走了。嗯，麻子哥还是蛮厉害的，我由衷的佩服他。他跟人沟通是用真诚，在沟通的。嗯，那是女司机，我没有，不走行不行？女骑手，我没看麻子去酒店，不走行不行？不走行不行？不去行不行？坐。一路顺风，不能说一路顺风，说一路平安。别人告诉我的，坐飞机不能说一路顺风。哒哒的声音，哒哒是我的手机链。那个胖哥是真的亲哥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是真的。有学，我学泰语，再去学泰语。等尼亚也听尼亚练帕萨泰那卡。顺风，对啊，所以我说一路平安。应该是情侣，他的表，他的脸好臭，但是那个女生告诉我，就是他的劈柴，就是哥哥，说得很清楚，劈柴哥哥。我好像迷路了，我的车呢？早点回去吧，一个女孩在外面下关，我没有下关，我在等车。这个人为什么？完了，糟了糟了，都有人要乱要。糟了糟了，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这里。我的车要11分钟才到，救命！叶子哥去哪了？叶子哥已经上车了，他的车到了，我的车还要11分钟。水？为什么水呀？没加泰国妹妹联系方式吗？加了呀，她叫 Gobi， 摆个臭脸死胖子。对，那个胖大哥我真的很害怕，而且但是那个女生很好，那是个女生，是真的是女生，那个女生很好接触的。那个女生我们一起去前面嗨，然后嗨完了以后，我们又回到那个座位上，那个哥哥就一路没动。胖哥，我也觉得在骂你，那哥哥就一路没动。我还在这边住很久，我在地上坐一下。胖哥一脸的醋味，那个胖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的不开心。我现在很惨，我现在一个人在路边坐着，因为我的车还没有来，
音乐节不嗨了，下音乐节，但是他拉那个胖哥在音乐节一脸生气的样子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嗨完了回去了，他还是很生气的样子啊。谢谢可可送的荧光棒啊，很社会，对对，他很社会的样子，他很社会的样子，他那个妹妹就跟我开玩笑说他是不好的人，他说他是坏人，他说。他说他是捆脆捆麦迪，他说他是坏人，一会儿来十个醉汉把你架走。不会的，泰国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你看别人女生穿这么少，别人女生穿那么少，我穿的多得多。泰语难学吗？嗯，中国人学泰语其实还蛮快的。注意安全，谢谢丑哥。生气啊，想跟妹妹，好像是其实麻叶子哥没来之前，那个胖哥就不高兴。叶子哥没来之前，是的，是说是警察。叶子哥没来之前，那个他来了，他一看到我，他就，我感觉他就一脸的不高兴，我就很尴尬。最后拜拜的时候，他才勉强，他很勉强的笑了一下，我很尴尬。我什么货水晶晶，对，水晶晶用什么软件叫车？用 BOLT。 你为啥不留夜马去你那挤一下？你怎么不留去你那挤一下？牛吧。我家一进去就只有床，我家没有地方挤，有杠我都害怕。你懂我，能教我们泰语吗？我也在学呢。两口在吵架，有没有吃夜宵环节？我不知道，我想吃楼下那个饺子，但我不知道饺子关门了没有。谢谢鸡博士的关注啊！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今天就蛮尴尬的，他自己带帐篷，我那里没有地方打地铺啊！我那里没有地方打地铺呀！救命！我一进去只有床，我没有一个地方能够，阳台都不够打地铺的。这样手动沟通。那个你说那个胖哥就长那样吗？不是，我感觉他不高兴吃饺子啊，没吃到。我昨天吃了饺子，那饺子巨好吃，巨好。你怕麻子吃了你？在那这样吧，那我把房间借给麻子哥住一晚上，我去外面流浪去了，睡厕所。我的车呢？救命呐！301，我的车呢？3001，谢谢荣子玉啊，荣子玉，谢谢荣子玉点赞。车里留，我们阳台都不够搭帐篷的，啥意思？不放心麻子哥？为啥不放心麻子哥啊？是我的地方太小了，他们说要在我床上搭帐篷，那我只能把床让给他了呀。他有行军床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今天那个胖哥，我和那个泰国妹妹，我和那个高比一起去厕所，回来以后我就看见麻子哥一个人很 emo 的这样弯腰，然后背对着那个胖哥，然后头低着，然后一直看刷，这样看手机，就很担心。我一过去，我说怎么回事，然后他说我人麻了呀。我说怎么了。他说我给他喂东西他不吃，我人麻了呀。然后我看那个胖哥，我瞟一眼那个胖哥就很不爽，一脸生气的样子。我吓死了，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完了就不会要打起来了吧。那个今天的乐队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天前面的乐队都是普通的，就是乐队，我不知道前面的乐队的名字，忘了。后面的是泰国的一个女明星女歌手叫 Ink， 中文没有 INK。 胖哥骂了一顿麻子，我拿手喂几道吃零食绝了，我当时吓死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最后我们玩完了以后，
那个警察哥哥还是很凶的，对着那个泰国妹妹说"戈比"。